我的牙齿好痛。那我来给你检查一下吧。哎呀，这里有颗蛀牙呢，我们把它拔掉吧。好痛呀。没事，我们再消消毒，这是医用牙刷和牙膏，小朋友每天要好好刷牙哦。我也要上这边试试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这次小鬼居然烤了一个大鸭蛋回来。哎，奥特曼，你看见我家小鬼了吗？没有呀，巨人僵尸，我没有看到你家小鬼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看见小鬼往这个方向跑了。那这些都是什么呀？这些都是我的小奥特曼，他们正在练功呢。哼，我怀疑小鬼就藏在里面，你赶快让他们变身给我看看。那好吧，小奥特曼都别练功了，赶快变身让巨人僵尸看看。我先来变身 ，biu， 我也来变身 ，biu， 还有我呢，变身了 ，biu。哎，最后一个小奥特曼，你怎么不变身呀？那个我没有能量了，现在变不了身。哼，不变身就是有问题，我现在就给你点这里的小能量，我点。哎，我都给你点了这么多的小能量，你怎么还不变身？哎呀，巨人僵尸，你点的小能量是没有用的，只有小朋友们点的小能量闪闪发光，他才能变身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有小能量吗？赶快帮忙点一点，让他变身吧。我怀疑他就是小鬼变的，快快快，小能量点起来。不行不行，小朋友们，你们都不许点小能量让我变身，不许点。哼，不让小朋友们点小能量，那你肯定是小鬼变的。小朋友们，小能量就在这里，赶快继续点一点，让他变身吧。如果他真的是小鬼变的，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快快快，一定要帮忙点这里的小能量呀。哎呦，不好，我要变身了。哟，好呀，小鬼，真的是你，赶快跟我回家。走，普通的不行，可爱的不行，性感的不行，霸气的不行。妈妈，你快看天上，你快跑呀，快跑！你快点跑，别管妈妈。妈妈，我的妈妈，你去哪了？不要你离开我。甜品汉堡车出摊啦！老板，我要薯条和汉堡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哼，姐姐天天就知道写作业，都不陪我玩。哎，这不是姐姐的画板吗？哼，我要把她的画板给画满，我看她还怎么画画。让你不陪我玩，我天天都太无聊了。我瞧着要把姐姐的画板全部给涂满，这样姐姐就可以陪我玩喽。我使劲画，把它全部画满。乔治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哼，姐姐，谁让你不陪我玩的？我现在把画板都画满了，这样你就不能画画了。哈哈，乔治，你画满也没关系，你快看，姐姐这里有一个清除键呢，把它一按，快看，清除掉了。这样我想画什么又能画什么呢？而且我的画板还是不脏手的呢，快看。啊，姐姐，你的这个画板这么好呀，我也好想画呀。好呀，乔治，姐姐现在把它清除掉，我们一起画画吧。夏天马上就要来了，天气也越来越热了。今天我往后买了一个饮料机，这样以后在家里也能喝到饮料了，特别方便，想喝什么就喝什么。现在我要把这些饮料全部都放到机子里，女儿们赶快都出来喝饮料了。母后，我来了。母后，我也来了。母后，还有我呢。好好好，我现在每人发一个币，你们想喝什么就买什么吧。我贝尔最喜欢喝可乐了，把币投进去买一瓶可乐。我长发最喜欢喝橙汁了，把币投进去买一瓶橙汁。我白雪最喜欢喝红茶了，把币投进去买一瓶红茶。现在该我王后了，我最喜欢喝雪碧了，把币投进去买一瓶雪碧。哇，这饮料冰冰凉凉的，可真好喝呀。哎呀，二师兄不好，别睡了别睡了，师傅呀被妖怪抓走了。什么？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？天哪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们好像也打不过他们呀。哎，我们快去找大师兄呀，猴哥在哪儿呢？啊，我的天哪，你们的猴哥呀被妖怪打散架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去救师傅呀？那怕什么，来来来，还有我呢。今天呢，我来帮你们把你们的大师兄给劈好，你们就可以一起去救师傅喽。哎，快看呀，孙悟空的头，然后这个是他的脚，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是他，哦，是他的金箍棒放在这儿，然后这是另一边，没有金箍棒这怎么去打妖怪呀？哎，好了，完成啦。哼，我孙悟空来喽！今天呢，我就要把师傅救出来，把那些臭妖怪打得落花流水。小朋友，快回来，不可以在马路边踢球。好的，我把球捡回来。你看小火车开过来了，太危险了。
老婆快看，我给你抓了一个小孩，肉乎乎的，肯定很好吃。还等什么，快放出来让我看看。你是谁？连我都不认识，我是大灰狼。我是谁？老公啊，这孩子他不是个傻的吧，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我们吃他肯定也会变傻的，把他放了吧。爱绽放映入眼眸，风风每天吃来再一爱一爱，轻晃着我裙摆，再一爱一爱，你们不走过了。宝贝，给你吃烧鸡。我不吃，拿走。宝贝，给你棒棒糖吃。我不吃，快拿走。宝贝，给你吃鱼。我不要吃。宝贝，那你爱吃什么我都给你买。我才不要吃你的东西，所有人都不和我玩，就是因为你是我爸爸，我不要你这个爸爸啦。宝贝，爸爸知道错了，我以后要做很多的好事，你就让我留在你身边吧。乔治，能给我一个冰激凌吃吗？医生阿姨，工作很辛苦，给你一个冰激凌。乔治，能给我一个冰激凌吃吗？不是，消防叔叔，为人民服务很辛苦，给你一个冰激凌。乔治，能给我一个冰激凌吃吗？熊二，保护森林辛苦了，给你一个冰激凌。等一等，你们不能吃乔治给你们的冰激凌，他是老巫婆变的冰激凌，都被他施了魔法，你们吃了就会被黑化的。奥特曼太厉害了，这样都被你发现了，我还是赶紧跑吧。